欢迎嚟到第三届嘅乒乓波球赛。我哋开始之前，我有一个唔系太好嘅消息。我哋嘅赢家，同我哋嘅 previous tournament， 即系第一届同第二届咧，就有啲忙啦，咁所以佢就参加唔到。但系咧，佢就邀请咗佢嘅朋友过嚟参加，所以我哋第一个球手就系黑色双球手。Hello， 嗨，好啦，而家我哋欢迎不知名球手。好，我哋就开始我哋呢个 tournament 嘅 round one start。哦 ，ace 发球啊！好，而家系 round two start。黑色三球手落网。好，而家今个先，黑色球手暂时落后紧两局，而家系2-0啊。Round three start。好，而家咧就到 round four， 目前嘅战况系2-1，到五知名球手开波。就由于不知名球手用隻手指掂到波，就将个波推 out 咗啦，所以而家系平手2-2。而家系 round five start。黑色三球手落网。系唔知名球手赢嘅3-2啊，各位。我哋一齐睇下黑色三球手做紧咩先。Hello。系。你中唔中意食 Rice Krispie 噶？当然中意咯。咦，有啲古怪喎。啱咪上街同埋上上街赢呢个 Terriman 嘅 friend 啊？系啊。你系咪学紧佢开唔到个包嘢啊？Maybe。好啦，黑色球手，请你唔好再掉球拍啦。我而家俾一次警告你啊，你再掉多一次球拍，你就要自动输一分。因为你呢个球拍真系好贵，请你唔好掉，好唔 OK？ 好。现在的战况是3-2，不知名球手3，黑色球手2，我们全部人都要加油啊！ Round 6 start。 黑色三球手又落网，不要再拍了。唉，你来得真的啱啊。我啱啱想介绍一个豆豆集团俾大家认识噶，豆豆咧就系我拍咗只狗咧，个好 cute， 同埋好 nice 噶。豆豆集团咧，其实咧成日都有 discount 噶，哇，同埋咧你哋个个都会揾到你哋想要嘅嘢噶，啲价钱又低，所以你哋得闲嘅时候记得去睇啊。OK， 而家咧系 round 7，我哋嘅球赛有10 round， 所以我哋而家呢个 tournament 差唔多完啦。Round 7 start， 啱啱唔知名球手 out， 你哋又嚟咗啦。头先咧我咪介绍咗豆豆集团俾你哋识嘅，而家咧，我就想介绍另外一个集团喎。嗰个集团咧，系我朋友嘅妈咪集团啊。哦，其实咧，妈咪集团嘅物品咧，就归豆豆集团少少啦。但系妈咪集团嘅物品咧，就 count 好多噶。所以咧，大家得闲嘅时候就要去睇下啦，知唔知啊？知道。哇，你啱啱都见到啦，唔知名球手又 out 啦，睇嚟 out 就系佢弱点。而家咧，黑色三球手已经追上紧啦，我哋准备好开始 round eight 啦 ，round eight start。哦，啱啱黑色球手真系好 lucky 啊！第9 round 啦，而家目前嘅战况系4-4，又平手啦。
球手嘅弱点喎、啊。好啦，大家啱啱都睇到咧，黑色衫球手落网喎、啊。咁而家咧嘅战况就系唔知名球手五分，同埋黑色衫球手四分。如果咧唔知名球手赢埋呢一局，咁佢咧就会赢出呢个比赛。相反，如果黑色衫球手赢嘅话，呢、這个比赛就要进入丢时。我哋要一定要加油黑色衫球手。Round ten start。啱啱唔知名球手 out。呢个比赛进入丢时。我哋而家就进入丢时赛第十一 round。Round eleven start。睇嘅比賽啊！我哋咧就過完呢十二 round 嘅比賽，我哋咧就開始準備宣布冠軍啦。不過宣布冠軍前，我想講，落敗嘅球手已經翻咗屋企，同佢爸爸媽媽 complain 啦。我哋邀請冠軍投手黑色衫球手，請問你有冇得獎感受啊？有啊，我真係好多謝之前得獎嘅球手，佢唔得閒嚟参加，加上就邀请咗我嚟，啊，我真系好开心啊！其实我想讲，我今次都好尽力嘅。其实不知名球手都打得好好，但系当然我好好多啦。呢个就系我嘅得奖感受啦。请问我得到咩奖呢？好啦，你就得到呢个奖杯。Okay。哇，好靓啊！个奖你嘅奖品，而你嘅奖品咧就喺入边啊！你开嚟睇下。O K， 好啊！哇，系我最中意嘅紫色啊！呢个咧就系紫色嘅宇宙彩幻球啦！哇，好靓啊！多谢你啊 ！You're welcome。咁我谂下一届如果可以嘅话，我希望可以再有机会嚟参加到啦。我哋都希望你可以下次参加，拜拜。